谁会拒绝寒冬腊月躺在床上看上一期精彩又助眠的大案解说？这是一起号称湖北最让人感到唏嘘的刑事案件。两年前，男子突然失踪，家人朋友都以为他外出打工了，殊不知男子早已被人杀害，尸体更是被丢弃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。然而，当你得知杀害男子的真凶身份以及他们的作案动机后，又不免感到唏嘘和匪夷所思。他一生的没做好事。 儿子不管，老的不管，你起什么作用啊？哎，我说这一回你闯祸害。深夜吕宝来谈，催眠好奇又下饭。时间：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，地点：湖北省五峰县怀宝窝村。 这天上午，当地公安局的指挥中心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称怀抱窝村有一个叫于新春的村民已经失踪了两年。他认为于新春的失踪可能与于新春父亲有关。就在警方打算就此继续询问一些问题时，来电人就匆匆挂断了电话。随后，警方对这个电话号码进行了核实，可打过去却是一个女人接的。 而之前打电话的是一个男人。通过询问得知，有一个男人拿该女子的手机给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。这个男子为何要拿其他人的手机来打报警电话呢？他所说的事情是否属实呢？为了一探虚实，侦查员来到了五峰县怀宝窝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，还真的发现该村有一个叫于新春的男子。于新春，湖北省五峰县人。 时年六十岁，之前一直居住在怀宝窝村。可在二零一二年起，村里人都没有看到过他。这个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。一个人失踪两年之久，家里人肯定会报警的。可当侦查员对失踪人口进行查询时，却发现查无此人。 越来越多的迹象都在表明，之前打电话来报警的那名男子没有说假话。为了能得到各种相关线索，侦查员乔装打扮，以商人的身份进入了怀宝窝村，对于新春邻居进行走访询问。很快，侦查员就得到一条重要线索：在村民眼中，于新春是赌如命，经常性的打牌。那他的失踪与这个恶习会不会有关呢？随即，侦查员对于于新春有过债务纠纷的人进行了调查。 发现从八十年代开始，于新春都开始在各处借钱，而每一次都是他的父亲出面还清他的赌债，前前后后有五千零七十多元。由于有父亲的善后，于新春与债主之间根本没什么矛盾，因而这些人与于新春的失踪没多大关系。那会不会是于新春没钱生活，突然想到外出打工赚钱了呢？这个推测很快就被邻居推翻，在他们眼中，于新春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。 平时的生存能力极差，根本不会想着出去赚钱，能在家就一定会在家的。到此，结合于新春的个人特点以及邻居们的描述，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推测：此时的于新春应该不是失踪，而是遇害了。要想知道这里面的隐情，还需要从之前那个报警电话入手。来电人说于新春的失踪可能与于新春父亲有关，这让警方一头雾水。 因为此前侦查员与于新春八十一岁父亲于满金有过接触，交流中，侦查员可以感受到这位老父亲也在焦急等待儿子的回家，并没从他身上发现什么异常。究竟是报案人在说谎，还是于新春父亲在演戏呢？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僵局时，负责调查匿名打电话的报案人的侦查员传来好消息：经过调查，报案人名叫秦斌。 是于新春的妹夫，在秦斌口中，侦查员又得知了一些相关这家人的秘密。在二零一三年之前，秦斌与妻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可就在二零一三年年初。 妻子从岳父家回来后就变得心事重重，每天都郁郁寡欢。直到腊月二十四日这天，妻子选择了上吊自杀。在秦斌心里，妻子自杀正是由于知道了哥哥于新春失踪的秘密。为了验证他的推测，秦斌每次去岳父家都会刻意询问于新春的情况。大约在半个月前。 秦斌准备给岳父修缮房子，在进入一个柴房时，他发现一堆柴上竟然放着一床很新的棉被，凑近一看，上面还有大量黄斑。当自己打算打开看时，岳父立即阻止，询问原因，也只是说这就是于新春失踪的秘密。 这句话让秦斌更加确信岳父于满金知道于新春失踪的背后原因。有了这些证据后，侦查员再次找到于满金，就于新春失踪之谜进行了询问。或许知道已经隐瞒不了，于满金说出了那个保留在自己心中两年的秘密，并说这一切都是唐明秀一手造成的。唐明秀又是谁？他与于新春的失踪又会有什么关系呢？据调查，唐明秀。 湖北省五峰县人，时年六十岁，是于新春的妻子，但两人已经离婚有二十多年。为了能尽快弄清于新春失踪的真正原委，警方打算找到唐明秀，对他进行面对面的询问。在唐明秀的家人配合下，警方在宜昌某出租房找到了唐明秀。看到突如其来的警察，唐明秀先是感到一愣，接着就很快平静下来了，嘴里说着。 我知道这天迟早会来的。面对审讯，唐明秀很快就承认两年前将于新春残忍杀害的犯罪行为。可两人已经离婚有二十多年了，又是什么事让唐明秀一直耿耿于怀，甚至不惜将于新春残忍杀害呢？据唐明秀供述，这一切都起源于于新春的赌博恶习。两人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相恋，最后更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可结婚后的唐明秀， 发现于新春很喜欢赌博，对家庭和孩子都是不管不顾。一开始，唐明秀想着于新春可能会浪子回头，就帮他还各种赌债。谁知于新春不光没有浪子回头，更是变本加厉。对此，唐明秀感到彻底绝望，向于新春提出了离婚。之后，于新春净身出户，之前的房子和两人的孩子都给了唐明秀。 原本以为离婚就能换来清静，谁知于新春隔三差五就来骚扰唐明秀，甚至有时候在晚上悄悄潜入唐明秀家，将一些玉米、土豆偷出去卖。眼看自己无法摆脱于新春的纠缠，唐明秀想到了外出打工。可让唐明秀没想到的是，在自己外出打工的这几年里，之前辛苦操持的家业已经被于新春变卖一空。看着那空空如也的房子，唐明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案发当天。 早早起床的唐明秀就起床开始洗漱。就在这时，于新春从背后将唐明秀脖子掐住，说是要好好教训一下唐明秀。眼看着自己就要昏厥过去，唐明秀拿起身边的铁锤，一下一下地敲到于新春头上，这样自己才摆脱于新春的控制。 当自己缓过神的时候，就发现于新春已经死亡。在唐明秀的带领下，警方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于新春的尸体。通过检测，于新春头部有大量钝器击打伤，很符合唐明秀所说的铁锤击打形成的。可对抛尸现场以及伤口做了更详细的勘查后，技术人员产生了两个疑问：第一，当于新春受到唐明秀的反击时，肯定会第一时间松手逃跑，为何还会受到连续的打击呢？ 第二，抛尸现场是一个离家很远的山坡，唐明秀无法一人完成这项工作的。难道唐明秀还有所隐瞒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技术人员对唐明秀家进行了勘查。即使两年多过去了，技术人员还是在墙壁上发现了一些血迹。通过提取比对，这些血迹正是死者于新春的。在勘查案发第一现场时，技术人员也来到了隔壁的于新春父亲于满金家，在二楼，技术人员发现了一床棉被。 由于时间过长，棉被已经被老鼠啃食了一部分。但通过专业检测，技术人员判定这棉被上曾经有过大量血迹。余满金家里为何有这样一床被子呢？于新春的死是否与余满金有关呢？当得知唐明秀已经被抓获归案，余满金也慢慢道出了心中的秘密。从八十年代开始，于新春就开始游手好闲，沉迷赌博。 从那时起，自己就帮于新春偿还了五千零七十多元的债务，一心想着于新春能回心转意，好好生活。可最后等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当发现于满金无法给他一些钱财后，于新春对父亲非打即骂，这让于满金十分恼火，可又无能为力。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，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，唐明秀因一些事要回到老家。就在那段时间里，于新春已经将唐明秀家里的东西卖光了，又拿父亲于满金家里的东西去卖。于满金见状，连忙上前阻止，可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顿殴打。他托子这么一搞，就把我搞关这个道场里了。跟大家打的时候，他就说是，这把你也搞死了呢，我没东西没人做过去。 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于满金心中暗暗下了一个决定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下于新春。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晚上，于新春、唐明秀、于满金三人都回到家了。于新春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受到另外两人的报复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整个晚上于新春都没有睡觉。直到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早上，唐明秀起床洗漱，于新春打算先下手，从背后将于新春的脖子掐住，谁知。 唐明秀挣脱了束缚，瞬间生气的他用身边的铁锤将于新春活活砸死。听到动静的于满金来到这里，看见于新春已经死亡，于满金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为了帮忙掩盖唐明秀的犯罪事实，于满金与唐明秀先将于新春尸体扔到屋后的化粪池中，之后又一同丢弃到山坡上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，于满金和唐明秀将这件事埋在了心里。 可在一次家庭聚会时，余满金无意间向小女儿说起这件事，一边是自己已经遇害的哥哥，一边又是自己年迈的父亲。小女儿再三抉择下，并没有选择到派出所报警，而是打算帮着父亲隐瞒这件事。然而这件事总像一个结，在小女儿心中无法打开，最终导致小女儿因为抑郁上吊自杀了。到此，案件真相大白，唐明秀因自己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。 而父亲于满金在得知唐明秀已经将自己的儿子杀害，不是想着报警，而是想着帮助隐瞒和转移尸体。于满金也涉嫌共同犯罪，可想着他年龄过大，没有对他采取强制措施。